站在海边，这里就是日出的地方。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，哦，这里现在也没什么人。这后边还有一个灯塔。然后刚站在这边拍了几张照片。我们现在已经回到了车上，现在才6点钟，太美了。他们都来太晚了，现在太阳都已经升到这么高的位置了。我们现在来到了另一个海边，大家看一下。